我毋知咱住伫彰化市偌久。我来彰化的时阵，有人咧讲，我所以知影彰化这个所在，阮三十年前伫这个所在住，三十年后嘛是甲三十年前同款。假使若有一摆选举，候选人甲咱讲对彰化市咱个都市个计划有一个观景的时阵，你听了你有啥物款的期待？也是你的期待，嘛是感觉这是一个无可能的事。有真济人咧讲，讲住咧彰化市三十年前甲三十年后无共款，迄是要改变是真困难。啥物原因？因为咱有八卦山脉，咱有吉哥，咱有台化，一款的袂当改变事实的一种地理环境，已经限制咱彰化市的这个都市的发展。所以换一句来讲，若对咱彰化市的都市要亲像台中市。三十年前的台中市甲三十年的台中市已经完全无共款。三十年前的彰化市甲三十年后彰化市，大家拢感觉啊嘛是共款。这是真侪无可能的背景甲条件一起的所在。因今晚今早起咱要看的这段圣经在，嘛甲咱讲一个无可能的事在咱的中间。以撒的出世，以撒的来到这个世间，对阿伯拉罕这个家庭来讲是一种真大真特殊的祝福。这对因的家庭来讲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事。总是咱看起讲，当以撒出世来到这个家庭了，当周围的人有真侪无同款的态度，甲无同款的反应。咱今仔要伫以撒的身上，咱嘛三个来想。最基督徒，咱有真侪时阵亲像以撒，咱可能有真侪态度，咱的生活中间亲像以撒所遇到的，引起周围有真侪无同款的反应。圣经学家咧讲，以撒亲像真侪时阵亲像耶稣同款，有真类似的所在。对咧，以撒是上帝所应允的生，耶稣嘛是上帝应允。伫古约就开始讲到有一个婴仔要出世，所以以撒是上帝所应允来出世。然后咧，以撒可能话甲耶稣真相像的所在，就是以撒还未出世之前，上帝甲伊名已经好好啊。在等这个婴仔出世，耶稣还未出世，名已经好好啊，上帝已经好好啊。因甲耶稣有真相像的所在，以撒的出世是上帝定时间，时间到的时阵，伊就出世。以撒出世了后，将来要成就受限制的命，这嘛是上帝定着好。以撒出世了后，有真济遐个甲伊做对的人，袂怨恨伊，就像耶稣出世来到这个世间，有真济人怨恨耶稣，同款。所以以撒甲耶稣有真济真相像的所在。咱看这个圣经的中间，你会看见讲，咱真少是看到圣经，亲像这段圣经内面咧讲，讲笑讲较久，讲笑讲较一届，十八章、二十一章，拢咧讲笑，拢咧讲笑，是咧笑啥物？是啥物原因咧笑？笑的内容是啥物？咱今仔要伫这个顶面，三个来思考一件，互咱来讲一个真要紧的思考。你要笑，你在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今仔圣经嘛，本来是这个所在对笑的中间学习真济太多，第一项无输咧，伫早起中间的圣经在要甲咱想，当上帝甲咱宣布一个应允要来的时阵，咱的态度怎样？咱的态度怎样？当上帝有一个宣布，一个应允要来到应允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那你今晚你敢会当知影？你若是三十年前就伫咱的教会时，四十年前伫咱的教会时，三十年前你敢会当知影？因为教会三十年后要吃着这个今仔日的款式，这个硬体要吃这个款式，软体要吃着什么款式？你敢有想过？我相信你袂当想到遐尼。总是当上帝有一个宣布，义务要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，听今晚你的心内态度是怎样？咱伫今仔的圣经中间看见一件事实，这段圣经的描写是圣经的中间唯一的记载，讲上帝借着人形显现。然后有两个天使陪伴，圣经中间唯一记载这件事，就是伫这段圣经。上帝借着人形出现，然后佫有两个使者天使陪耶稣。所以这段圣经创世纪十八章的这段，有真侪人看来讲，哇，这敢若神话故事共款，吼、哦！上帝佮人伫迄个所在对话。你若看你的圣经的时阵，圣经伫十八章的一开始。安尼，第一节来讲，讲耶和华伫万里的上丘，徛对阿伯拉罕出现。迄日当早，阿伯拉罕入去布棚门口，举目来看，看见三人伫对面伫徛。伊一个看去，就对布棚门口走去迎接因，拍伫地面讲：“我的主，我若伫你的面，
面前滴着粉顶，求伊唔通离开落落水里去，用阮提淡薄水，互恁洗脚，搁休困伫树脚，我搁提淡薄饼，互恁点心，然后进前去，因为恁是为着安尼才到你的落落者，因讲通照你的话去行。圣经的记载讲，阿伯罕食中道饭，当咧休中道，日头真美。圣经讲，迄个时阵日中道真美，总是有三个人来到伊的中间，这三个人其中一个，圣经学家咧讲讲，其中一个就是上帝，借着人形显现，然后有两个天使，这两个天使后来甲这个上帝分开，因就到伫所所度骂无无啦，迄、那个罪恶的声对迄个所在去啦，啊，这三个人来到伫迄、那个阿伯罕的所在。阿伯罕是一个真热心款待人个，所以看起有贵宾到咯，马上走进前去。伊咱甲想看下，阿伯罕这个时阵是几岁啊？99岁，咱中间到人99岁。好，我唔知影伊动作偌紧，赶紧看到贵宾到，伊就走到头前，拍伊涂骹。伫迄个所在，知影有贵宾来到伫个中间，先做非常真要紧个代志。犹太人欢迎人客，基本上爱做的礼仪就是先烫水过来，因为啦，爱用洗脚洗手。迄个所在土粉真多，人客来到咱遮，咱爱用先洗面洗手，互啉些水，然后呢，搁摕饼互食点心，安尼无够㖏，赶紧叫伊小等下，伊去后壁个所在捡一只牛仔。上介好个牛啊！阿伯咱亲自做这件代志了，经过了，甲老婆讲，你著去杀杀者，然后开始搁做米粉，准备要做上介好个饼，连同道请这三个人。圣经你咧看到遮个时阵，我毋知恁对阿伯咱这段咧描写这个情景个时阵，伊个想法，你当充满真侪想象，用圣经咧描写讲，阿伯咱你看到这三个人遮个时阵。阿伯拉罕敢有甲因做阵坐倒？有可能是因为食中道饱，已经阿伯拉罕嘛食饱，所以无可能甲这三个人做阵坐倒。阿伯拉罕是徛咧边啊，伊三个人伫遐食。咱来看第八十个所在，家己徛伫树干，徛伫因的身边，因就食。所以阿伯拉罕这主人无甲因做阵坐倒，徛咧边啊服侍。啊，三个人伫遐食，因就食。我唔知影这牛肉是五分熟的还是几分熟的。食甲上帝伫遐在食饭呢，阿伯喺伫边啊，吼、哦，哎，胡椒摕来，先生，我送一包胡椒，我食迄，我食迄，伊就感觉讲，哎，这个古约圣经，互人感觉上帝呾，上帝伊敢需要食物件，吼、哦，伊是灵体，伊敢需要食物件，总是咱看见，有当时啊，上帝爱咱服侍伊的时阵，就是爱咱安尼遮尼无用。